中学老师要洗漱。快点那些被节目组玩坏的明星。节目上，工作人员们知道张艺兴怕尖嘴动物，节目组开始设局。张艺兴吓得破门而出呢，即使躲在孙红雷的房间，工作人员也不放过他。我靠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山上的笋都让节目组给挖空了呀！当张艺兴以为可以安阵时，节目组的大招还在后头。好家伙，这是不让张艺兴安心睡觉的节奏呢。沙溢估计是被节目组格外眷顾的人了。节目才刚开始，沙溢就掉进设下的陷阱里，接连一个又一个。这么看还是心疼沙溢呀。叫明星们起床，导演组可不止这些花样。李哥你要洗漱吗？要。李哥要洗漱，李哥要洗漱。简单的一杯水就能让嘉宾们清醒，要不明星们一起组个复仇者联盟向节目组报仇吧。